同学，我们已经赏析了整个诗作，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啊，就是 Frost 呢，他创作这一个作品的一个稍微了解一下背景。The Road Not Taken was written during Frost's stay in England, when he used to stroll with a friend who liked to choose his walking trails at random. 好，这首诗呢是在什么期间呢 ？During 在什么期间？哈 ，Frost stay in England， 他停留在就是。旅居在英国的这段期间 ，when he used to stroll with a friend， 好，那在这段期间当中，哈，这里的 when 呢是关系副词哦，好，就是在这段期间内 ，in which he used to， 注意 used to 这个片语呢是用在过去的习惯，然后就是后来没有，现在没有了，好，在单一段时间当中，好，就是他旅居英国那段时间当中呢，都会跟一位朋友散步。而这位朋友呢有一个蛮特别的习性 ，who like to choose his walking trails at random， at random 就是随机的意思，好，就是随机挑选，好，不会有特定的一个原则，就 随心所欲这样去挑。那这里的 who 呢是一个关系代名词的组合。我们看一下这一句要注意到的一些文法一些重点，好，首先 stay 在这里是名词，哦，指的是停留的期间。那这边我们看稍微了解一下 Robert Frost 呢，他在1912年到1915年，好，大概这34年的时间呢旅居英国。这段期间呢他是位默默无名的诗人，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名气，也没有什么作品出版。那他常常呢在这段期间的这些诗作呢，好，也呢就是都被出版社拒绝哦，好。后来呢他暂时离开美国前往英国，啊，这段时间对，Robert Frost 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就是他在，旅居英国的期间呢他结识了很多有名的诗人，啊，生命中很多的佳作也是在这三四年的期间去创作的。这边的关系副词刚刚提过了，是，非限定用法的，那在修饰前面的时间点指的呢就是 Frost 在英国旅居的这段期间， used to后接原形动词表示现在没有的过去习惯。好，那另外呢 关于 used to 有很多很相近的一些片语的用法。首先 be used to 是习惯于，这个 to 是介系词的 to，哦，后接名词或动名词。好，那如果 be used 的主词是一个物品或者是一个场域的时候呢，后接 to 加原形指的是被用来做什么。Yet, Frost's companion would always murmur afterward that they could have enjoyed even more spectacular scenery if it had not been for his previous choice of route. 好，然而 ,however, yet, 好，这里的 yet 是一个副词，然而的意思呢 ,Frost's companion 就是他这一位常常呢就是随机选路走的这位朋友，哦，would always murmur, 他就会开始嘀咕啦，哈，开始碎念啦 ,afterward, 那这里 afterward 就是选完一条要走的路的时候，之后开始嘀咕，嘀咕什么呢 ？That they could have enjoyed even more spectacular scenery。好，这里呢就有一个假设语气喽。If it had not been for his previous choice of route 指的就是路径哈。那这里的 if it had not been for 呢，就是一个若非句型，好，要不是的意思。那与过去式相反的。若非句型呢我们用的是过去完成式，在 if 的子句当中，那两个子句要对仗，就是，假设法的句型呢我们都有一个两边平衡的概念，所以也是用过去完成式。那主要句子呢会有过去式的助动词再加上原型的完成式 have 加 pp。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一句在说什么呢。好，这一句的意思是说，首先 companion 呢是那个伙伴，哦，company 就是陪伴的意思哦。Liam is grateful for all his company during the eventful trip to Africa，哦，就是内心非常的感谢他的陪伴啊，哦，与过去式相反的假设就是这边是若非句型要不是的句型，如画面所示，哦，那这边呢有一个强调比较级的 even，那常常呢用来修饰比较级的呢还有 a little, a lot, far, still 等等这些副词或者是副词片语，特别注意副词 very 是不可以用来修饰比较级的哦。所以这一整句的意思是说啦，这个 first 这位友人啊，常常在他们呢
选完这条路在走的过程中呢，或者是之后呢，就会常常那边碎念啊，嘀咕着说啊，要不是他之前的这个决定的这个路线哦，他们可能呢可以享受到哈，就是说如果当初选另外一条路的话，可以享受到 more spectacular scenery， 就是更漂亮的景色哈，更壮丽的景观哦。好，那刚刚这边有提过 even 是修饰 more spectacular 这个比较级的，而那 Frost 的诗作呢，就是来自于他这一个朋友的灵感哦。Frost's poem, which depicts the dilemma of decision making, was thus inspired. 我们先看两个逗点夹杀的部分，这个地方是一个插入语，我用作一个补充说明的哈。也就是真正句子主要的部分是 Frost's poem， 就是 Frost 他的诗呢。Was thus inspired， 也因此呢，哈，受到了启发，哈，就是有了创作的灵感。好，那这个诗呢，我们做一个补充说明，这个插入语补充说明的功能，这里会去指的就是 poem depicts the dilemma of decision making。depict 就是指描述啊，就是面对抉择的时候 ，decision making 所遇到两难的这种纠结的情况 ，dilemma， 好。Dilemma 指的就是进退维谷哦，两难的一个情境。好，刚刚这边我们说了呢，好，本句的主要子句就是 Frost's poem was thus inspired。好，这里的 which 引导关系子句是插入语，用来补充说明的。好 ，decision making 指的是做决定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复合名词。好，它是名词加动名词的一个用法哦。好，相关的用法还有 sightseeing， 好，windsurfing 之类的。好，那这里的 thus 因此，好，是一个副词，它放的位置呢是放在 be 动词加 PP， 也就是在这个被动语态的中间。好，接下来下一个段落。In this poem, the narrator is a traveler who must choose between two paths to take in the woods. Ultimately, he selects the one that gave him the overall impression of having been less traveled.好，接下来讨论这一首诗哈，就是这个 narrator 指的就是叙事者，就是在描述这个故事的这个主人公哈，这个诗作描述故事主人 is a traveler， 他本身的身份呢是一个旅行的人哈，旅者 who must choose between two paths， 这里的 must 就是必须哈，必须要做这件事情 between two paths， 他要从两条路径当中选择其中一条。To take in the woods， 好 ，to take in the woods 就是指在森林当中。这里的 who 呢，引导的关系子句，好，限定前面的这个 traveler， 好 ，to take in the woods 是不定词的形容词用法，来修饰前面的 two paths。Ultimately， 好，最终 he selects the one， 他就选择了这一条路径 the path。That 这也是一个关系代名的组合。Gave him the overall impression of having been less traveled. 他选的这一条这个路径呢，给他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印象。好 ，give a 什么东西？好，就是给人什么样的一个印象 ？The overall impression 一个整体大致的印象，什么样的印象呢 ？Of 是一个介系词哈，所以这边用的是动名词。那这有个完成式的动名词，好，所以 have 加了 being。Having been less traveled， 这一条路呢是比较少人好经过的，因为我们从诗里面呢，好的段落里面我也看到是 grassy， 对不对？杂草丛生，然后 wanted， 好 wanted wear 就是想要被怎么样？好，想要被磨损，想要被践踏这样子。最终 ultimately， 我们可以用 in the end 这个片语去取代它。好 ，give somebody the impression of 就是给人什么样的印象。好，那这边呢，用 having been 好，就是这条路先前好，先给人家给人较少人走过的印象，好，所以才选了这条路。Since there is little possibility of going back for the other one, he imagines himself describing his dilemma with a sigh many years later.好，这里的事情是因为哦 ，there is little possibility， little possibility 就是几率很低啊哈 ，of going back for the other one， 就是指回到那个岔路一开始的时候呢 ，the other 因为是两者，所以呢，另外一条道路我们要用 the other one。那这个 traveler 呢，这个 narrator 呢，哈，叙事者呢，他想象他自己 imagine himself
describing his dilemma, 描述了他的内心的纠结两难。With a sigh, 好 ，sigh 就是一个叹气，好，这里就是，就是做的某一个动作呢，伴随的什么样的状态，好 ，with a sigh, 就是他在描述他的两难的时候呢，叹了一口气，好，这里有 quotation mark, 好，暗示这一个叹息的背后呢，可能会有一种不同样的感慨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绪，好 ，many years later, 在多年过后。好，这里的 since 是因为的意思， the other one 另一个，因为有范围的限定，好，所以我们要用 the other one。 Imagine 好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你可以用 imagine、后接主词再加 ing， 或者呢好就用 that clause， 用个名词子句去做衔接。好， the narrator's inner conflict 就是这一个叙事者内在的这个冲突， therefore，好，注意转成语的副词哈，像 therefore 因此啊 thus 啊哈，如果放在主词跟动词中间的时候呢，必须用两个逗点夹杀，好，两个逗点隔开，好，当作插入语去做使用。所以这一句呢，应该原本是 therefore 逗点 the narrator's inner conflict makes choosing blah blah blah， 好，所以真正的动词在这里，好，它内在的这个冲突啊，使得 choosing a path in the countryside 就是把这个在乡村之间呢选择一条路径，好，选择一条路线这件事情变成什么呢？ A symbol of making a decision in life， 就像是生命当中要做出一个决定一样啊、哦。A symbol of 什么样的一个象征？好，本句呢 therefore 因此，好，那因此相关的单字跟片语还有 thus as a result hence 等等啊、哦。放在主词动词之间的时候呢，后来要加强语气哦，让逗点隔开哦。好 ，make 加受词加受词补语的用法哈、哦。那这个在本句呢 ，a symbol of making a decision in life 就是受词补语名词。好，补充说明前面的 choosing a path in the countryside。Frost's sensitive poetic narrative may trigger people's memories.causing them to recall episodes from their own past. And Frost's sensitive poetic narrative、啊、就是这种非常敏锐的、啊、非常感性敏锐的这种诗具有诗意的这种 narrative 这种描述方式 may trigger 就是引发、啊、让人们呢、啊、激起人们他的回忆、啊、让我们可以去回忆我们的过去causing them to recall episodes from their own past， 就是让读者哈，导致这个 them 指的就是读者 readers to recall 忆起想起哈，这 recall 这个动词回忆起什么事情呢 ？episodes from their own past， 他们自身经验、自身过去的这些哈一些 episode， 就是指人生的一些经历哈，人生一些不同的时期。那这里的 causing 是一个分词构句、哦、指的就是导致，就是指这样一个 poetic narrative 的那种可以导致会让人家激发起人家回忆的这件事情呢，可以导致读者回忆他们过去的一些 特定的一些时段、哦、好的 In times of distress or hardship Mr. Hardship People often look back on the moments when they were faced with important choices. In times of 就是在什么时期的时候呢？那这个片语要用复数的 times 哦，哈，是惯用。在我们比较沮丧呢，或艰困的时刻，哈，人生比较 down 的时候，低谷的时候 ，people often look back on the moment. 他们就会去回顾那一些 moment， 那一些时刻，哈，就是回顾回头去看那一些时刻。好，那这边有一个关系副词，好，去修饰前面的 the moments when they were faced with important choices， 他们就会去回想，好，就是以前过往那些重要的时刻呢，他们必须面对重要抉择的时候 ，be faced with 就是指面对、面临的意思。我们看一下本句要注意的一个文法的一个。注意事项哈，他说 ，When people feel anxious or face difficulty， 好，就是 distress or hardship， 就是艰困的时刻的。好 ，in times of 是在什么样的时刻？这里的 times 刚刚提过要用复数的哦。be faced with 是面对的意思。
好 ，face 跟 be faced with 都有面对的意思，但两者相较之下呢 ，face 是一个主动性，就是可能自己内在有能量、有勇气要去面对某个挑战。那 be faced with 就是有时候是迫于环境啊，或迫于无奈而不得不面对的情况。好，所以这两个在使用上，同学可以注意一下，留意哦，可以差异性哈。那就是我们常常会在人生很低潮、很遭遇困境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哎呀，那如果当初我们在面临重要抉择的时候，我们如果做出不一样的决定，会不会现在的这个当下，我会过得比较好呢？好，我会比较成功呢？好，是不是啊？各位，你同意吗 ？In effect, when people make one choice, they have to let go of other options.Every choice people make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leading them to a different series of other choices,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reverse their original decision. In effect, 好，就是实际上哈，这里用到这个片语的时候呢，就是做进一步的说明跟强调。当人们呢做出一项决定的时候 ，make one choice, they have to 必须 let go of other options. 好，当我们有不同的选项。我们做出其中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就必须 let go of 啊 ，let go of 就是指放弃哈，就是放下其他的选项啊，哈，的确是如此，对不对？好，那这边呢，实际上我们再多看一个例子 ，the CEO's wife is in effect the real one in charge of the company。哦，原来执行长的太太呢，实际上呢，才是真的负责这间公司的人啊，哈，做出决断的。好，那么。Every choice people make, 短短的 people make 是一个形容词子句，好，省略了 that。每一个呢，人们所做出的决定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leading them to a different series of other choices。好，这里的 play a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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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le decisive， 我把原本的 important crucial 换成了 decisive， 好，变成决定性的。每一个人们所做出的决定啊，都会扮演着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好，这里的 lead A to B 是指把人们呢，或把一个群体呢，导向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去？好，导向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去 ？A different series of other choices。好，就是一个决定的结果会导致不一样一连串不一样其他的选择。好，也就是说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做了一个选择之后的产生的一个结果，可能在那个结果里面，我们又必须做出其他的选择，就这样周而复始的。哦，环环相扣，好，一个接着一个，好，人生不断的在做出抉择，对不对 ？So and 好，并跟你强调 ，it is impossible 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哦。这里的 it 是虚主词 ，to reverse their original decision。好 ，reverse 是翻转哦，哈，翻转他们原本的决定。好，因为。就是相对论来说，我们的时间呐、啊，哈，就是时间这个流动，它是没有办法回到前一刻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好 ，it 虚主词，真主词是后面 to 加原形所引导的这个片语哦，就是指人们是没有办法重新的翻转原本一开始的，好起先的 original 的决定的啊 ，it's impossible， 对不对？好，这件事情不可能的。好，那么那这首诗呢？好，对于那些人生正在面临重要抉择的时候，就是这个诗就意义非凡了，对吧 ？This poem might also be profound to those who are about to make crucial decisions about their future. For this point might also be profound. Profound 就是指啊，是意义深远的哈，非常深刻的。对谁而言呢 ？To those， 好 ，those 这里指的是 those people who are able。Be about to 是即将啊、哦，这里的 who 呢，好是关系代名词代替 those people， 好是一个形容词子句，即将要 make crucial decisions about their future， 对于他们未来要做出非常决定性、非常重要性的这些决策的时候，不管是要选未来的大学啊、就业啊，好、哦。不管是求学还是就业啊，换工作啊，好，甚至结婚生子啊，这些都是关于未来的重要决定哦。好 ，those who 呢是指一些那些人哈，限定用法 ，the person who 就是单数的。好 ，be about to 是即将，好，即将 be about to 即将要做出选择。Well,
As a high school senior, you might stand at a crossroads when choosing which subject to major in or which college to attend. 好，在这边做出一个跟你们非常相关的例子啊，切身的例子就是 as a high school senior， 身为一个高三生，这个 as 介系词后面加一个身份， you might stand at a crossroads， 哦，你现在很有可能就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啊。At a crossroads 的是你现在面临一个抉择时刻， You are faced with a decision making， 就是你要做出抉择了。 When choosing which subject to major in， 就是你要在大学major in 就是指你要主修什么样的学科 subject 学科， or which college to attend， 你要上哪一所大学。我们从文法的角度来看一下 as 身为作为后面加一个身份。好，这边的 when choosing 是原本是 when you choose， 好，原本是子句的形态，那这边用分词构句是呈现哦。那本课是分词构句跟分词片语的用法，那这边的 which subject to major in 跟 which college to attend， 好，就是这样的一个用法呢。我们回到课文来看一下，都是当作 choose 的受词，这边有两个名词片语，由 which 引导的名词片语当作 choose 的受词，就是人生的决定啊，就是你要选什么样的主修跟你要去念哪一所大学，这两件事情现在就是你高三生即将要面对的，对不对？ Later in life, there will be career paths for you to choose from as well. However,Whatever problems you are confronted with and whatever choices you make, it will, at any rate, be no use regretting the decisions you have made. The final choice is yours, and yours alone. Later in life, 就是指在你生命，就是在你生命之后啊，就是做完决定之后，若几个月，若干年后， there will be career paths for you. 你同时又要做出生涯的决定，就是指你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在大学毕业之后， career path， career 是指生涯职涯， for you to choose from， 从中做出选择， as well， 这就是逗点 to 的意思，就是你未来除了选学校之外你还要选工作呢。好， later in life there will be career paths for you to choose from too， OK。 However， 然而， whatever problems you are confronted withAnd， 好，我们看到这边有那个无论句型，疑问词加 ever， 好，就是无论什么，无论呢你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you are confronted with， be confronted with， 好，是面对的意思，跟刚刚的 be faced with 是接近的。 Whatever choices you make， 好，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好， it will be no use regretting the decisions you have made， 好，这里的 atAny rate 就是比较一个不正式的用法，就是 anyway 啊，就是尽管如此啊 ，anyway 啊，尽管如此，你呢？好 ，however 然而啊，你以后还有不管你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你需要面对，或者是你需要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it will be no use， 这是一个句型，对不对？好 ，it is no use 加 ving， 这件事情是没有用的，不要浪费时间做这件事情啊，做这件事情是徒劳无功的，就是呢 regret， 这里要用动名词的用法，后悔你所做出的决定。好，这里的 decisions 后面省略了 which 或者是 that， 受格 you have made， 你已经做出了决定你才后悔，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好， anyway， 好， anyway 就是即便如此你要后悔做出的决定不好啦，是没有用的，好吧。那复合关系代名词的用法呢，在这里的 WH 疑问词加的字尾加 ever 可以换成 no matter 加 WH 疑问词哦。那这边呢我们再看一下 whenever his foreign friends come to visit， 我们就可以换成 every time when his foreign friends come to visit。 Be confronted with 是面临，那通常这一个片语后面接的是困难或者是问题，那注意哦，Confront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呢，是与某人用什么东西跟某人对峙哦，要注意一下。那刚刚我们提到一个句型 ，it is no use 加动名词，做什么是没用的。那注意哦，如果你要用 it is useless 的句型的话，后面要用
不定词 to 加原型的用法。So 有一个很经典的谚语 It is no use crying over spilled milk、啊、你可以说 It is useless to cry over spilled milk。 好，最后啊，这个句子相当的 意味深远、哦、The final choice is yours。 你最后所做出的决定的这个 final choice、啊、最后的这个抉择是你做出来的。 And yours alone，也只有你自己可以做出这个决定。 Alone 呢，就是指你独自 by yourself 的意思。这句话在暗示什么？好，就是决定这件事情没有人可以、应该是说我们常常在做决定的时候都会说是爸妈要我这么做的，好，或者是别人要我这么做的。可是各位，你人生很多抉择最后踏出那一步，最后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不就是你自己吗？好，各位同学，这首诗呢，好，就是在跟我们讨论这个 common humanity， 就是我们人生面临好抉择的时候的那个心理的状态。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犹豫纠结，或者会有一些机会成本的概念，或者会去想若非当初怎么样怎么样，好，当初如果怎么样怎么样。好，最后呢，我们还记得 reading strategy 吗？ forming your opinion， 你同不同意啊？就是 any decision we make may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our life。 如果你同意的话，你的理由是什么呢？好，在本篇文章的后半段呢，好，我们有提到 life consists of many options， 对不对？ once we make a decision it will lead to a series of consequences。 好，这是在我们的文章的第四段左右，我们有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你同意文章的观点的时候呢，你要提出这些理由。好，那你就可以说 I think 怎么样怎么样，再把你的观点提出来。好，这是本课当你读完一首诗的时候，你可以利用三个步骤。 I agree that blah blah blah， The reason why I agree is blah blah blah。 好，提出那个 text 里面的一些句子，那记得要 paraphrase 一下哦。那最后呢，你可以 I think 把你的观点呈现出来。好，这就是一个形成观点的一个技巧。以上呢，好，是本课的课文。好，希望同学呢透过 Robert Frost 的这一首诗呢，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知道面临抉择的那个状态。那希望呢各位同学，我们做出决定 Never regret， 好，我们都不会懊悔。好，对自己的决定负责好吗？我是 Felix， 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